真的，这是前辈帮忙找的。什么不东西是啊你们这个点也太快了。？Hello。怎么这么多人这个点？我也来了。都是机器人。晚上好哟。妈妈，看到我了吗？哎，怎么没有看到弹幕？哦，看到了，没收型，还没收呢。我发了微博啦。哎，这个点如果吃东西真的停不下来。对。刚把微博发了之后我就来了。对，这样说起来很久没怪霸道的是吧？很久没做吃的。那当然了。整一个吃的。薯条有吃啊，我跟我室友，我室友拼命的，不是，对，拼命的帮我吃，我们俩一起吃。佳姐邀请一下。谢谢你的喜欢，虽然这是你干的。我拒绝了椰子鸡。却没有拒绝。没有拒绝到。冷掉的薯条。我跟你们讲，冷掉的薯条可吸收热量变低。难怪他今天会吃，如果是平时的话，他不会吃的。真的，救救我！佳姐太多美食。什么时候发那个？等我弄好先吧。我最近这两天还不行。不能吃了，不能吃了。我慢慢弄，不着急。后天就行。我明天啊。腰上的伤，我腰上没有伤啊，我不是。主要好像有两把。我痛的地方有点尴尬，不是尴尬，就比如说，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我知道是有个踢腿的动作，是胯。是我踢腿的动作。对，有个踢腿的动作，就是可能之前就是一直没有热身，没有拉筋，然后就就很痛，感觉就用力过猛，导致我就是受伤了。对，不然话我这点睡觉的时候，我就是动我的脚都动不了。发炎时刻。对，是那个筋很痛，对，像就是那种撕裂的痛，对，他这个要休息几天，但是我最近一直在练。这些刘海真的就是用力过，因为我们有个我们 Z 的那个舞蹈动作其实是蛮难的，对我来说就说怎么难法，就是他是很帅的那种，然后又很累很累。今天是女人版开车，好激动，终于能去广州了。那8月1号会见到你，就是有点像绝不言败，你懂吗？那种类型，哎，绝变班是什么风格？帅气的，就是他。谢谢阿佩的。就反正就挺累的，很累。真的吗？一直在跳，一直在跳，一直蹦啊蹦的。谢谢投票。期待开车。没有时间检查了，因为应该肯定都不行。昨天是打算一场开车，我打算一号工作结束啊，我就去染发。我发言时刻那天是。然后去漂一漂我的头发，然后我的 unit 是5厘米。其实我想去接发，因为我想我要是去漂的话，头发肯定会断。那我去接发的话，它断的话，它至少还有。天哪！然后等我拆掉之后，我就没头发了。谢谢投票。就是我今天不小心没忍住吃了香蕉，我觉得我会肿。明天要那个啥？后四对好像有不良示范，好像是。女孩子就是为了漂亮，然后没有，我就是对为了漂亮，然后看医生，哎，我觉得很快就会好，因为像这种伤，那平时都是会受伤的。光鬼，忘记了。其实这个头发它不会显白，谢谢，我要去染个超显白。慢，你说那天出去吃饭的时候，然后在路上我们看到了一个，谢谢投票。88个不瞒你说，我第一次看一个男生会回头，我绝对不是为了看到他的长相。谢谢，你知道是被什么吸引了吗？我们两个是被那个男生的头发吸引了。哇，好好看哦！那人家对，然后主要是他旁边还有女朋友，他们俩坐在麦当劳。我以为。然后我们俩吃完饭准备回去了，然后就看那个男生的头发，哇，天哪！我第一次就是见过。不能让人贴贴了吗？可能我是第一次见吧，就是觉得哇，那个发色也太好看了吧，就是已经发色好看到我就根本就来不及看你的长相，就我们两个人就看完之后同时回头，
好好看，然后人家女朋友就看着我们，好尴尬。今天还说，然后我们就快，我说哎呀快赶紧的，我们不能看太久，我们就转了个弯，然后正好下电梯，然后又跑去又偷看，哇，然后就一直问奶奶，你快点给帮我看看什么颜色，我想染这个颜色。对，那我们去吃饭回来，我说我想染这个颜色，他说他也不知道，看不出来，但那个颜色真的很漂亮。就是他的发色是偏灰的，但是他也不是偏银灰，他就是透着，因为他的颜色很透很透，很好看。我第一次看觉得，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别人染发，我回头的，真的，我觉得好好看，真的好看，就是那种，我天啊，太好看了吧那个颜色，最主要是那个男的也长得还可以，可能是一整体一看，我也不知道你们，这也太好看了吧。可能你们的一点点是，对，虽然没有来不及看，因为只被他头发吸引了，其实没有看长相，因为他只是低头玩手机，一个侧脸就是看不到的。但是，对对对，比较听的比较，主要是被发色吸引。我不知道是什么颜色，我本来想拍下来，但我觉得不太好。我本来我说不行，我们回去再看一眼吧，我们走过去。他说干嘛呢？算了。自己怎么评价？但是牛肉应该笑死。对对对，我们就是我本来就是想去问来着，感觉我真的很想去问，然后我考虑了一下，好像这样不太好，去问别人什么发色。那我那时候跟奶盖说，我说哎，我很想去问一下那个男生他是什么发色。他说你问什么发色，你去到那边也。人家你也染不出来，每个人染不一样，你还不如我直接问他在哪儿染的，哪家店。我说有道理，算了，我们那时候已经下电梯了，讨论了一番。对，是二号11点。笑的我。应该很早就出发。反正这个你们都没办法，所以我现在不是搭讪，真的，完全就是觉得他发色好看，就是很透。今天是超级显白，就是超白。嗯、怎么说呢？我没有偷看别人，我是偷看，我没有偷看，我就光明正大的看着他的头发。就是不良 JK， 是炯炯准备给我们定的人设。谢谢叶姐。我已经尽力演出不良的感觉，虽然说我感觉还是有点怪啊，就是今天助演的时候，本来我设定是校园霸凌，笑死了，欺凌者，真的很好看那个发色。对，然后炯炯前辈不是他真的超显白的。四月前辈演技很好。觉得四月前面演的比较像，弹幕说我找真的吗？我没有找到这个，就有些很多都是差不多的，但是真的记不起来了。那个头发就是说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他肯定是漂了很多次，所以我要去漂发，再去。好吧，我知道这个圆脸就是很吃亏，心疼我的头发。对啊，我超心疼。婴儿肥，一般人都会觉得啊，你是一个怪孩子。谢谢董迪大99，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颜色，真的很好看，非常的浅，绝了。也没有断光吧，就是梳头会掉色而已，但是也没有断光吧。对啊，小梁小弟的小号，怎么可能断光啊？断光就不会有头发了。我刚开始还以为我去接一接就不就行了吗？是。对啊，我就是第一次漂，就是漂到了89度啊，牛吧？那我也是。所以我到现在即使是后来去染了头发，掉色都掉了很均匀。为什么？就不会说就一根一根这样子有些不均匀，但是我是非常均匀的。是啊，漂了9度，然后89度，然后漂了3次、4次。事出必有因，你俩肯定。没准就是以前一起牛吧，一起饭盒。确实对自己好狠，我都不知道。你不是有小弟，为什么有小弟就是毒瘤？难道不是说你们是一个良好的聚集组织，是树叶的一个分叉？是个很，我确实是一个分叉，就是觉得自己是个对自己很狠的人。我上次已经想好了，我不是上次说你们也叫树叶吗？然后你们有时候也叫树，为了美就是会叫树人。女人爱美都是这样吗？看你是什么职业吧。如果我是普通的职业，就是不需要面对很多人的话，我无所谓，我不会做这种事情。但是我的职业是这样子，所以
就需要你们这些数字，就有时候就得牺牲一点点自己，强有力的拐杖，所以我还是很会的，这叫百变张淑宇的粉丝，但是却万变不离其宗。哭他也是会呀，一时之间不知道哪个词是在骂自己。对吧，我以前发质是很好的，真的是很好，但是由于因为我还是要改变一下，偶尔改变一下自己，所以就去染头发，就抛弃了自己的发质，现在发质可不好了，以前的好的不得了，顺溜。你也想黑色加加，我也想黑色加加，其实我也很喜欢黑色的自己，因为偶尔我去看自己的视频，我就很喜欢。绝对不是。没事，我想要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感觉。差不多了，已经1:35。以后会好，以后肯定把它染回来的呀。1:40。你们选黑色。其实你们现在不知道，作为一个穿着底下穿着 JK 制服裙的张淑宇。喜欢蓝色，现在是盘腿的坐姿。每个人有每个人喜欢的，这就是不同的点，其实所以上半身是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大家都喜欢的话，那就要取决于我自己了，我喜欢就好。反正是我的头，我的头发。对，但是盘腿会不会很容易导致 O 型腿？我有时候喜欢，不，有时候喜欢浅发，有时候喜欢深发，就是这个东西难说。对，看心情呢。就是我小时候夏天嘛，夏天适合浅发，冬天呢适合深一点的头发。对，我爸夏天很适合浅发，然后穿个小吊带，很心疼女儿的。对，真的，就趁这个夏天赶紧染一染，然后到冬天就把它染回来了，到秋天就可以染，把头发染成深一点的栗子色那种，或者是。就会好看，那个时候就下不去。嗯，然后现在90度吧，90度都有一点勉强，没有90度不勉强，100度比较勉强。就是上次过年的时候，我和我爸想念黑色，我也是去爬山。哎，没事，黑色肯定会回归的。嗯，然后爬到山顶，就把马上就秋天，没有，总选的还没完呢，等总选完了之后。广州还是夏天，因为很热。然后，我和我妈是我先嫁上去的，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有点艰难。然后，对，我妈学着我做的一样。是的，冬天还没完，夏天还没结束，就算了。然后我外婆看到我们俩做一样，过来学我们做一样，更轻松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等到我100岁之后，不是，等到我20-30年以后，我的筋就我几年前的手表，一定是这样。我又掏出来戴，我其实我很多手表，越我太多了。我们家就是和别人不一样，别人家是越老金越硬。我妈给我送了手表，我基本上就没戴过。我妈妈给我送了一个，今天穿是露脐装，然后就放在了，一直放着，保存着。广州山，我很少戴手表，没有总选山南爬，没有上海的山南。这是左手，老年人很弱，没有，其实老年人一般比较弱。手链，对，我没有戴手链。你爬过好多山，你爬过什么山？那个什么，白云山爬过，或者是张家界？对，我很少戴。哦，最近张家界听说啊，你们看我是镜像的呀，但是那我岂不是很尴尬？多少年前去的？4年前。就是我们家很喜欢夏天去山。我妈妈送那个手表很有气质。就是去海边，因为它那个手表是那种金属的，然后一小块，然后很适合我，因为它比这个小，很女孩子，很精致的那种小小。对啊，张家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然后还是金，是那种金色的。华山、泰山，什么牌子的？好家伙，爬的都是。好像是阿玛尼的。有名的。对，这个大一点，那个是很小的一个，是在我不知道几年前送的，是在我入团之前送的，好像。送了好几年了，愧疚了。有一年我生日礼物，名山，对啊，五大名山之三，上海有余山。他很喜欢给我买那种项链啊，手表啊，这是我第一反应是啊，手链啊，还有戒指。对，戒指我就说他很想送我，我说不要送了，我自己买。想去做那个项链，然后
我的话，我应该是坐缆车上去，然后不过下山其实真的有说比上山难。SHE 是什么？蛇山。因为我想，我不想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我自己，我上次其实想买来着，然后跟我妈说，中间没有树，我觉得就那一小棵，中间没有树，就那一小圈又细，就要两三千。我觉得很不值，那我还不如买贵的，对吧？然后想了，还自己买吧。相信我，我认识这个字，主要是因为觉得以前就是两三千买了一个，就是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样的，然后就很普通的一根，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戒指，就要两三千，我觉得很不值。我觉得我妈说多少钱都可以，但是我觉得又不想花她的那么多钱。我还不如自己花钱买，就是我们当时很喜欢看，买便宜的，我又不想买，整个班都会一起看。之前还看过什么，就是最喜欢看的是王祖蓝。那我两三千买一个那个跟每年几十块钱的那个长得很像，我还不如买几十块钱的，对吧？之前还看过什么？我去店里试了很多款戒指，就很有名，我都是没到最后到现在都没买，还不错。我要买一个自己喜欢的，就看那些短视频，然后不会看上去特别普通，但是呢就是说不会看上去跟那几十块钱的一样。好了，要下播了，1:40，晚安。明天还会再播，后天也会再播。后天淑语真的好快女啊，快乐女生就是这么快。对，低调奢华有内涵，是的，就是要这样子，低调奢华有内涵。明天不洗头见你们会被打。上次看到了，我上次专门去看戒指嘛，然后就去看到了，去那种比较贵的店里面去看，确实挺贵的，但是我觉得一般情况下我不会送自己，我一定要在特别的日子送自己。对，多少算贵？那肯定要几万块钱吧，就很贵，但我现在不会去买，等我以后赚钱了再去买。以后什么以后？佳姐现在就很，佳姐现在不很，佳姐现在很，对，为那个舞台已经很不下心。对，真的，因为我上次去那种你们说什么那种品牌店，大名牌店去看了，哇，好贵，我的天，好贵。但是我自己其实有事先了解过，但一去看到现场看那些，确实还是觉得还挺贵的。所以就忍住了。我觉得我好像并不需要用那些去装饰自己，目前，毕竟还没有到那个地步，那个钱太多了，那个太贵了。没有，我进去看到价格是很贵，但我还在那里看，一直看一直戴啊，真好看。哎，算了，先放回去吧，现在不适合我，现在你还不属于我，以后会属于我的。人家都以为我要买了，你知道吗？还让我填了表，就是去到那里，然后我很想要嘛，然后但是我就是去那里写了个单子，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啊什么的，他说他待会儿怎么样帮你记下来，万一你回来的时候你可以找我。好，我就帮他填了，结果再也没回去过了。那我是真的想要，所以我才填的，因为我在对比，是对比几家。结果对比，哎，算了，不要了，太贵了。白高兴一场，谁白高兴？你是老板还是我？我不应该是我白高兴一场。没有，人家很热情的，他就想让你先填，他说万一你想回来买的话，你就是直接找他嘛，谢投票。
提成飞了什么？你记得你那个错过的包包什么包包？错过的包包哪个包包？我们今天1:50关直播吧，因为我还要去收拾行李。古着店，哦，那个，我知道，哦，那个店，那个包，绿色的包是不是？哦，嗯，对，确实，没事，错过的东西总有办法弥补的。所以天使什么时候公布？我们会在2号晚上的时候，就是一起开个直播，然后就2号晚上等他们都过来上海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开个直播，然后到时候公布。嗯，来说一说怎么样。但是你们，哇哦，好吵！一想到十几个人开的直播，啊，你说。哎呀，对呀，谢谢28画9的。99票，就有28画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1、2、3、4，怎么写？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14+14，28画，聪明，但是你少了一个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哎。1、2、1、2、3、4，哎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哎，怎么写的来着这个字？怎么写来着？哦，是一个盒子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画，加12画，等于12+12等于24画，好的，张润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来我房间，你来找我，你知道？来嘛。哎，你来找我干嘛来着？我忘了，突然。谢投票。来找我借东西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来了。别碎了，碎了我先帮你补起来，用胶水粘起来。用我的口水也行。哈哈哈，这好变态，天，救命。不太好。来，我去，你来嘛，来，我去给你拿。哎呦，救命啊，天，张润，您在哪儿呢？张润，小宝，没事，我赶紧下播。张润，我很快下播了，你来我房间吧，5:50就下播了。休息好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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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帮我想想明天做个什么造型呢？我还没准备衣服，我不知道穿什么。明天豪哥穿什么呢 ？Oh my god， 机场的没准备，这几天忙坏了。直发好。没帅，单马我也不要，我不想扎头发。裙子，我有裙子吗？穿夏天该穿的，真的吗？辣妹，凉快。裙子怎么穿？穿什么裙子？我用裙子吗？什么裙子啊？
做女人，做女人，笑死。我好像没有裙子。天空信做女人。好呀，明天就漂亮出场。天空信不要，到底想怎样你们？天空信做女孩，对她比较喜那个一点。机场做女人，那机场做什么？哎，好纠结啊。等下天空信突然辣妹了起来，不是，天空信其实我没想好要穿什么。你天空信，你性感女人呢？哼，笑死我。想象一下天空信是什么一个画面。一群像一个女孩子，本来就是女孩子，清爽青春，青春清纯衬衫，清纯衬衫，衬衫挺好看，但是我没有漂亮的衬衫。牛仔加白 T， 那也太清纯了。嗯，对，嗯，这感觉在排练室。嗯，嗯，啊，哦，准备下播了，没事，我们先下，我们回头再想。拜拜，晚安，早点休息。我还得收拾行李呢，救命！拜拜。